把这艘小日子的大和号战列舰变成一个日式机甲，你能接受吗？眼前这款有着浓浓日式铠甲元素的变形机甲，就是来自异玩天开的明和号，整体造型很有个性，给国风机甲当一个反派对头非常合适。头盔可以拆卸，一秒变屌丝，拿上大小太刀配合这一身造型相当拉风。附带的手提箱可以变成专属支架，如果购买豪华版还提供各种火焰特效件，装上配件再上支架之后就更有感觉了。接下来一起看看它究竟如何变成大和号战列舰的。